拒绝废话。为什么被刀捅伤后不能立刻拔刀？如果拔出血液会喷涌而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非洲人那么黑？为何不能进化成白皮肤？主要是阳光照射和遗传因素导致。如果人类失去痛觉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疼痛是人体保护机制，失去疼痛将不能感觉外界刺激伤害，危及人体健康。为什么猫头鹰在临死前会吐出一个毛球呢？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行为。猫头鹰吃过的小动物身上的毛发和骨头消化不了的就会被它吐出来。假如你朝天上开一枪会怎么样？子弹是否会掉落下来砸到你？有可能砸中，但不会被砸死。据说只要用手枪射击冰面，子弹就会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。真的？你知道吗？100万存银行你就不用上班了。但你知道100万存银行每个月的利息是多少吗？3500左右。在战狼2的电影中出现了这么一幕，冷风面对雇佣兵射来的 RPG， 竟然用旁边的弹簧网接住了弹头。那么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的能做到吗？理论上可以。你是否有这样一个疑问？为什么以前的 NBA 会出现扣碎篮板的画面，而如今的 NBA 却一次都见不到了呢？篮筐连接处安装了弹簧，减少了冲击力。